Zi Hao connects with the right hand. 我现在目前的目标就是能够尽快的得到万冠军赛的我这个级别的金腰带，然后我也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在努力。 我感觉为什么那么多人坚持不了一直打纯泰的原因就是泰拳界里边高手实在是太多了，泰拳本来就比较难打嘛，比较辛苦，所以说多数人都没有坚持的去打泰拳。我之所以坚持打泰拳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打泰拳的人非常不被国际界里面认可嘛，从来没有人拿过泰拳的那个。 最高的荣誉啦，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不认同。我们并不差，所以说我就是要争这一口气，我一定要把泰拳的最高荣誉要拿到手。我想要在通过比赛场上的表现，让大家知道，让世界搏击圈里面的人都知道，我们中国泰拳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 我会让你看到中国泰拳的骄傲的。